不是你干啥啊，雷姐？啊，你这老是保我这大山林影干什么？大山林影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是为了弥补上次的遗憾吗？啥遗憾？你上次不是黄鳝他不在家了吗？咋的？他今天在家啊？他这是属于在家还是属于搬家？搬家。你这跑这大山里来抓黄鳝？今天我跟你说，绝对有，真的弥补你的遗憾，来，上来。不是，我都把车停了呀，你这小路我咋停车？停着，我给你找好了，停着。来，请注意，倒车，停这里，我给你指挥。来，倒车。快点，上来。行行行，我自己来，你再待会儿绕后分心，待会儿我到沟里去了，你让开，你让开。我给你看，我给你指挥。离别跟上跳。快点。啊啊啊！我让你停这，你不敢停啊？那边那么宽，我不停，我非得停这儿啊！我技术没那么好。啥技术啊？真的是。没有你的技术好，毕竟是曾经能把三轮车开到沟里的啊，不，你的宝马，你的宝马。我就说，我给你指挥。走啊，哪儿啊？走。哎呦，你慢点。不是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小心点。咦？雷姐，不是，咱俩到底来抓啥的？这马上什么节了？中秋啊。啊。中秋咋了？中秋吃啥？吃月饼。吃螃蟹。啊？吃螃蟹。不是，咱俩今天就是过来抓螃蟹的啊。啊，这里面好抓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今天确定能抓着？就人与人之间就没有真诚吗？我不是刚刚说了吗？胸口肉太厚，人心猜不透。我不知道你真不真诚，但是我只知道你带我去抓那个鳝鱼是没抓到。那不是你，这是带你来，不是弥补你上次的遗憾吗？行吧，行吧，那你教我一下怎么抓鳝，抓这个螃蟹。我跟你讲，你就找这种石头。哪种？就是这种石头，就你抓螃蟹，你就不要抓那种水中间的。就是中间的不抓是吧？嗯。抓哪儿了？抓水边的呀，就一半是水，一半是干的地方。不是咋的？这螃蟹住的房子还是干湿分离的呀？肯定的呀。它出来挺高档的呀。我还有一点啊，你不要去抓那种就是焊在那种泥里面的，你不要去把它搬了啊，那种没有，要那种活动的那种。你放心，我没那么傻。我就怕你有那么傻。那咱俩今天找怎么个合作法？看谁抓的多啊。确定了啊？确定。这里没有啊。啊，对，一万五就知道你是想抓，那就真抓啊！啊、哦，不然你不许又不带偷懒的。行，来，啥呀？有不要？啥东西？好笑！哎，哎呦我去！不是你这力气也太大了吧？咋的？抓到了？哎我去，还真是螃蟹。不是你费了那么大个劲把这个石头挪开，你就为了抓个这么大一点的螃蟹？我说人间美味。这不是，这螃蟹这么小咋吃啊？油炸啊？油炸？你还想清蒸的？光口口。快点来，口袋装起来，快他会不会孤独？他会不会孤独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个空间有点大。哎，我先上去抓了啊。好，加油啊。行。去干啥？去。不是咋的，你又抓到了。不是，你这还没刚刚那个大了，更小。这个比刚刚那个大。不是，比一下。不是还能找着吗？你把头伸进去找吧，我怕你找不着了。哈哈哈！哎呦，不是你，不是咱俩是来抓螃蟹吃还是抓螃蟹苗的？他俩不孤独，咱俩有个伴儿了。干掉。今天装吧。行，你先让我在上面找一下，我去了几次我一次没找。
快点，雷姐，来，雷姐，哎呀，大家伙，我抓到你，哎呀，你看，哦，你，哎呦我去，你抓这么多了，嗯，哦，我还没来得及放袋子呢，夹的贼疼，怕啥嘛，真的是男子汉，还是人家说皮要厚实。皮厚，它疼啊！好不容易抓了一个大的，有多大？我瞅瞅。这个是你刚刚抓的吗？啊。这个我抓的吗？我去，你这是把他们爷爷给抓住了。完了。啥？好厉害。没事，拿去，我这还有一只，拿去，来，给你。这儿拿去，找不着了。来，死人不得。来，给你，你装袋子里嘛，先装袋子里。不是，咱俩这个进度能不能吃上啊？咱们这都搬一个小时了，都快。啊？很快的。咱俩搬多少了？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、六只、七只、八只、九只、十只。咱俩一个小时的成果就这几只螃蟹啊？十只。能吃上吗？人，你说的是中秋能吃上还是现在呢？我们可以拿回去先养着嘛。行，继续。啊，是。不是雷姐，你是吃啥长大的？力气这么大。五谷杂粮吃成长的，我吃石头长大的。吃包谷面长大的。没有。哎呦，看到没？就是一家人。不是人家一家三口，人家，哎呦喂，你也真忍心，人家孤儿寡母带两个孩子，你把人给搬了，啊，还跑，来，几个？多少个抓了？五个。就他爷爷奶奶、他爸妈都抓了。他爷爷，赶紧找到爷爷。他爸、他妈。哎呦，孙子。不是。这个咱就放了吧，这个还没有蜘蛛大呢。就搬一个石头。不是，这个还没蜘蛛那么大，放了呗，那么小的。再去找找。再来。不是，你在一个坑里弄那么多，那个是个啥？哪里？那个，就那你面前那个啊，那个。这个。不是，这又是个啥？贝壳，哎呦，真的是。这个能吃不？能。全是这么大个的石头，哎，啥玩意儿？虫子嘛，来，吓我一跳。啊！你这啥东西？还夹我？我跟你讲，小天，你给把这个死了。不是咋地。你老毛病又犯了，你又想搞点花花草草，今天没花你还搬门草回去啊？好不好看？还行，挺好看的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可以。哎，等等，休息一会儿。不行，我还在那里。这边我跟你说别的有。那我先上去等你了啊。你去吧。啊。不是。你别开了。你放地上呀。给我抱着你真把这个石块给抱上来了。好看吗？行，好看。哎，不是，咱们今天抓了多少？就大概20只吧。我瞅一下。多多少少抓起来。跑哪儿去了？那你还有？不是，小姐。咱俩商量个事儿呗。这螃蟹这么小，吃也不忍心，要不咱放了呗。你放了我吃啥？不是，
这么小咋吃？要不这样，把它放了，改天我给你买大闸蟹行不行？大闸蟹。对。这不大。不大。嗯。行，你那个可以稍微再小一点，再小一点。啊，这差不多，这差不多这么大可以了，这么大可以。行，我到时候请你吃大蟹行不行？你拿个笔把它给画下来。行。我马上放了呗。就这么大啊？啊。真放了。啊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和那个小蜘蛛一样到处跑。行，走呗。林姐、啊、不是，你先别搬这个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不是回去了吗？啊，这个玩意儿好像是个保护植物，咱搬不走。咱们得给它放回去。屁，咋了？那湖边到处都是长满了的。它在河边长满了，它也是啊。咱们拿不走。那我不是白忙活一场？你哪白忙活了？抓了螃蟹啊？那放了。改天请你吃大闸蟹，收到收到。这么大个的啊，这么大个的，行不行？你还干啥？你来放回去。放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吗？啊，对啊，这么大个吗？来，把它放回去。你把，你把，你把放回去。